这里的吃的东西也好。而被委任为今届亚太影展亲善大使的杨锦华，就以一身低胸露背的晚装到场。锦华今次除了要负起宣传台湾电影这个这么重大的责任之外，他还会和郑少秋一起颁奖。透过今次的影展，锦华有机会接触亚洲地区的知名电影人，他还开到声话很想在电影方面发展。不管是电影啊、舞台剧啊，或者电视剧，甚至任何一个有关艺术的表演，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是我非常有兴趣的。但电影其实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，我的第一部也就是拍电影，那其实我对电影有一种浓厚的情感，所以我不会去忘记就是拍电影的感觉。但毕竟我还是电影新人，我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机会，然后再去向电影的这个方向去迈进跟学习。有没有什么角色想挑战，或者是导演想合作？有没有想啊？我都想，对，希望我可以学到更多，我希望我可以像海绵一样，可以吸收到更多不同的人，或者是不同的方式，然后让我自己更茁壮。我们希望以后跟比较多看到你在大荧幕，好，谢谢。电视剧也一样，谢谢。